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的肝分成三大功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解毒中心、代谢中心，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储存中心，来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一切健康需求。解毒中心呢，就是我们肝脏的功效，帮助我们身体去排毒，我们吸取的一切毒素都会排出体外，通过流汗啊、粪便啊、排尿等等排出体外咯。代谢中心呢，就是帮助我们身体的一切代谢需求，比如说胆固醇代谢，甚至葡萄糖代谢，好让我们身体可以没有这么多胆固醇啊，还有能量等等。储存中心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脏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它帮助我们 filter 一切问题，然后帮我们去安排那些营养去分配全身，好让我们的身体够营养。所以说只要我们的肝脏健康，我们身体是一定会健康的。因为我们一生病哦，第一个生病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肝脏，因为肝脏是负责我们一切需求，而且是爱分配我们营养的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肝脏到底健不健康呢？需不需要去保养呢？他们没有痛感感觉的哦，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生病的哦。大家想不想知道怎样去照顾自己的肝脏健康呢？啊，今天我介绍大家用这个 LifeCore 啊 ，LifeCore 这一个肝脏健康的产品哦，是已经是很多医学报告了，可以证明可以帮助的。